Fala, mãe. Olá. 跟文森豪拍一场戏的时候，有到造成受伤，所以想要问一下说，有没有以前还有没有更难忘的受伤的戏？受伤的戏，深刻的或是严重？要不要先把昨天那个戏的整个状况跟大家讲一下？原先是脸上挂，然后唱的是脖子。对，因为我们昨天在拍是追逐，追逐的过程，因为我犯了一点错误，跑路，然后警察在后面追。 然后警察在后面追，然后拿着枪追嘛，那你知道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就会那个攻击，所以我就跟袁姐发生冲突。但因为是一大早，然后我们也可能热身做不足，我啦，然后在挥拳跟扭打的过程，我体力受伤，所以吃了三颗的肌肉松弛剂，但还是一样不能动，所以今天活动都是不能转。那袁姐也是因为这样子。 昨天我挥拳刚好打到我的鼻子这边，其实动作戏难免会受伤啊。对，我们想说，我们前一刻在讲说，以前在打动作戏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在演戏忘我，然后手上都会淤青啊，会擦伤，就才刚讲完我鼻子就淤青，而且我当下刚打到我没有感觉，我还在演，我一直跑跑跑跑到镜头外面之后，然后有温哥忙转过来说：“我挥到你了吗？”啊，有吗？没有啊。然后看到很多人看到我鼻子，哦。 开始冒血，我才知道我鼻子受伤了。对，被那个他拿的蝴蝶刀后面的顶挂了。对，当时我很担心他鼻子是假的，我要赔偿做，要付赔偿的。还有他鼻子是真的，没有掉下来。没有掉下来。打戏都来真的，就对。难免啊，因为肢体碰撞，我觉得这个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不要急啊！不要急。 所以三人从那个那天看到目前为止拍摄的状况是哪张？有什么？昨天嘛，昨天超冷的，然后我们在三区一个顶楼拍，然后风很大，然后我要演一个去顶楼平掉他的戏，然后那时候那个栏杆大概只到膝盖以下吧，站上一个高台之后，所以一个阵风的话就会下去，我觉得那时候印象蛮深的。 然后也因为昨天一直就是很太想念丈夫，所以眼睛肿，对，眼睛肿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想。所以我们今天三个，一个脖子受伤，一个眼睛肿，对眼睛肿，一个鼻子受伤。对，昨天拍到凌晨2点多了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把那个片子做到最好，所以大部分都花在工作上，精力跟时间。 对呀、啊，你现在有气氛，就是角色个性应该是蛮沉重的。嗯，一直都是闷闷的，所以可是两位暖男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。<笑>小情人节。大飞在里面是演音乐才艺，一开始演音乐才艺。对，因为音乐才子，我就请教袁姐，她是音乐。 那逃犯，我就请教他现在这样，因为他这样，我又是音乐才子，唱歌还是？基本上我是制作人嘛，我制作歌曲，所以我有在录音室做一些好像很厉害的动作，比方拿耳机然后再敲乐谱，看那个调那个键盘的，感觉上。再让你圆梦一次的。所以我要跟袁姐学音乐，我在问他这几天有没有在创作，对，创作者应该是不会去调那个键盘。 所以我们就是马上再把相片寄过来。里面还要唱歌，唱歌倒没有，但蛮希望的。因为最近会有计划在做几首歌曲。就是不担心，不知道会有一些奇怪的。什么意思？就可能会比较负面的言论。唱歌有负面的言论。 就可能担心有人说你歌声不好，我歌声不好不可能，只有会说我歌声不好的应该是没听过。那可以唱一下。嗯，昨天开到2点多，鼻音那么重，不可能啊，没有人说过歌声不好，我很随时把那言论给我看一下，我跟他 PK 一下。可是两个在戏里面也不是都是彼此感情不好，会有一些就是争执啊，爱别人。
哎，争执是有啊，争执是有。我觉得因为创作者，你是可能问原界比较清楚。在创作的时候，有些面临到瓶颈的时候，需要找灵感的时候，他可能在外面的时候会寻求一些刺激，来刺激他的灵感。至于这刺激是什么，我们来问问创作者。我绝对不会像戏里面这么的刺激，因为戏里面非常的刺激。对，那我觉得怎么讲呢？怎么把音乐焦点丢到我的身上？碰到瓶颈的时候怎么办？碰到瓶颈怎么办啊？就自己找自己的抒发方式啊，打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读书啊，对，然后或者是谈一场不为人知的恋爱。对吧？那你都这样用过？啊，你都这样子过？我是说别人。那你啊？我问我啊，我就是看书啊，打球啊，对，恋爱也要啊，当然也要啊。就是有嘛。创作者当然要恋爱啊，对啊，如果你不恋爱，你就没办法创作出情歌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被伤痛，你才知道什么是情歌，对。